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 to me, slip into you.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不信，很有磁性哦。今天呢是十二月最后一个，我应该说2022年最后一个工作天。以今年最后一个工作天来说，大家觉得我长得怎么样？上衣是毛衣啦，然后裤子是大家看到吗？稍微复古一点的牛仔裤。最后一个工作天，公司还是有四个勤劳的同事，讲的好像其他人不勤劳一样。大家休息一下啦。这里是今年要送给创作者跟客户的礼物们。我决定不等那一群工作狂了。台湾的朋友。男生番就是巨大版的自助餐的意思，但是又卖得很便宜。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天，然后拎了两盒的哇 cookies 回家。今天是第一天，这个是前两天我们圣诞节的那个 party， 我们有一个抽奖，然后那时候就选了一个键盘当做礼物，结果被我自己抽回来了。我发誓我没有作弊的，对面的人没有要理我。哈？我们现在在 Serena 的家里，终于见到这个 apartment 的庐山真面目了。欢迎光临！我现在还穿睡裤，会不会太真实？没有，是我 expected。我想说呢，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事业女强人的家里，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角度非常的神奇，这个也是啊，哪个？哦，对，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角度，真的。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就是这个平面有点特别？哎，它其实本来是来煮东西的，你知道吗？现在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在煮东西的。不觉得整个生活气氛很浓厚吗？有水耶，因为我们今天打算要来煮那个热红酒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家有锅子吗？”有锅子。他说有锅子，很自豪的说：“我们家有 Bruno， 全新的，全新的。然后还有那个新的刀可以，对，全都可以开关。OK OK 。”所以我真的要看了。啊，好好哦。我也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你所谓。啊，等等等等等那个。对。啊，我也被反应了。可以啊，可以啊。哦。啊，重要 Apple 哦，唔记得咗。I've been having mental breaks along with breakdowns. Bye. Bye bye. Bye bye. Bye.为什么语气完全不一样 Hello guys， 我昨天喝到大概4:30才回到家，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在中午起床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还是要出去跨年，所以为了今天要见到我的人着想，所以我还是洗了个澡，洗了个头，化了个妆，换了一身衣服。我已经洗完头了，但是我想要就是 rewind，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几个礼拜的 hair care routine。第一步的话，我会用这个 Aveda 的头皮抗衰老按摩梳。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用过最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梳子，非常的舒服。在洗头之前呢，就稍微这样子打圆的把头皮先按摩一下，梳开。那最近我几个礼拜每天都在用的是这个 Aveda 的头皮抗衰老系列。那我之前其实一直都蛮喜欢 Aveda 这个品牌，大家记得有一个粉红色的
保湿的那一套，我已经用完了一整套。那其实相较起来，我是更喜欢这一套的。那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头发非常的细又少，然后我的头皮容易出油，然后一出油呢就容易有头皮屑。所以我自己其实接触了很多的 hair care 产品啦，然后这样一整套下来，其实我学到的就是你的头发健康要好，你的头皮要先健康。因为你就把想象成头皮是你那个头上面的第一层皮肤嘛，所以你的头皮不健康，你的头发也不会健康。大家可以想象成头皮上面是有自己的微生态圈，就是有一个好菌啦，也有坏菌，那这两个东西要打成一个平衡，才能帮头皮达到一个良好的防御机制。那像换季啊，或是压力大的时候，你的那个微生态被破坏了，就很容易会有头皮红肿啊，有头皮屑的状况发生。这个是他们全新的头皮抗衰老系列，主要就是强调头皮抗衰老的护理，并且他们 94% 的纯素天然高效草本萃取，基本上不分性别也不分那个发质都可以用，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朋友。再来，我会搭配这个头皮抗衰老的凝露来去角质，然后继续再用这个按摩梳把它按摩进去。它的功用呢，就是可以把头皮上面的一些杂质啦，或是油脂给带走，并且呢，为接下来的 shampoo 啊、conditioning 跟 serum 做准备。它使用上很简单，你就是把你的发线这样子分出来，然后挤上去之后，用手啊，用按摩梳把它按摩进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就会用这个头皮抗衰老的焕活精华。那它里面呢有什么？叫做透明质酸。那透明质酸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一二三一起说。没错，就是保湿，所以它可以帮助你的头皮保持一个水润且柔软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 overnight 的精华，但是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已经有点 drunk， 然后其实我平日常的时候也是会白天用它，所以。那再来是这个免冲洗的喷雾，所以我日常可能就是出门之前吧，稍微这样喷在你的头皮。一个小秘密跟大家讲，就是我之前对于 Aveda 的产品，就是一直是属于哇，他们家的就是 hair care 做的真好，但是我一直觉得味道不是他们家的主要卖点。但是呢，这个系列的味道是一种，就是你知道柑橘啊、柠檬跟薄荷的那个味道。我跟你说，而且用完之后，你的头发会有一种淡淡的 citrusy 的味道，再加上薄荷那种凉凉的感觉，我跟你说。很舒服。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用的这个 paddle brush， 这个是我自己之前买的，然后殊不知品牌又送给我一支一样的，但是有我的名字在上面，你知道吗？ I feel special。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梳子真的很好用，梳起来超级舒服，大家听。我自己这个系列用下来，我觉得我的头发的就是整体感觉是真的有，就是比较健康。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头发呢，是我完全没有上护发油的。现在大家只要到 Aveda 的门市或是网店用我的折扣码 Aveda CYN， 就可以用68折的价格入手专业的头皮护理套装。另外，大家只要到 Aveda 门市秀这个影片，就可以做免费的发肌龄测试，并且可以免费换一个头皮抗衰老的体验套装。那今天影片是跟 Aveda 合作，但是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这个品牌，并且这个系列我用下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希望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把梳子。Ba-da-da-da, what if we could plan it out? Cabo for a week, Paris for a day, oui-oui. You can come and be my babe, you can see what a gentleman I am, yeah. What if we could plan it out? Set timer for 7 minutes. 7 minutes, starting now.我今天在 IG 上面看到有人在做那个溏心蛋，但其实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就是洋葱。But it's okay。接下来切个3条好了。我那天在 IG 上面看到一个 Reels， 就是教大家怎么剥大蒜。You're telling me for 40 years struggling day in and day out to peel garlic. I could have been doing this the whole time.
準備好要去 Ocean Park。啊，我唔知點解而家講廣東話，但係Boris 同 UQ 啦，今晚係有表演嘅。呢個就係我Goodbye 2022，Hello 2023嘅 outfit。Acne Studio National Geographic， 我唔記得咗，同埋 Zara。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对于跨年的那个期待感已经降到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觉得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还是要一点仪式感的。我跟 Agnes 约了7:30在海洋公园，然后我现在还在家里，所以很大机会我是会迟到的。过敏的人，哎，你去了一趟澳洲，怎么现在普通话有一种 A B C 腔？有 accent 吗？鼻子，鼻子过敏。我要求换几个方法呀。我们大家好 sweet 啊，林林。Out of town on my fanny pack, eyes wide open when I lay down. You try to build me up, but I stay down. Summertime, suicide. Who am I? Do or die? Did you decide? How do you define the new design? The mood is mine. I'm out of line, and it's taking over you. No mistake in that I knew. All the pain I caused for you. All the pain I caused for you.I was in a line of waiting. Shame to say it's true. Almost told you.